所以呢，在这边只要是可以吃的东西，韩国人到最后可能就把它变成泡菜的样子。因为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每餐都会有它的身影。那这边简单了解一下，来，我们这边请。 直接外面脏的叶子直接扔掉就 OK 了。接着呢，平均切成四等份，浸泡到10:1的盐水当中5个小时以上，等待白菜发酵过程当中准备酱料，仔细了解哦，因为材料非常简单，回家自己当老板。首先，辣椒，我们选好的辣椒呢。
有一个流程哈，要把它的籽给去掉，这样子的话口感会非常好，而且呢不会发苦，小朋友吃阿妈吃都 OK。 磨成粉备用。接着就是姜葱蒜全部切成末之后呢，加入我们这个韩剧里面也是常客出现的，这是什么？雪梨。就是雪梨，直接擦成丝或者是擦成泥都 OK。 接着呢倒入我们这个鱼露。差一点没收住，公主，这个不是酱油，没错，这是鱼露。但是呢这个跟家里接触到的鱼露不太一样，有没有发现我们家里的鱼露比较臭？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？产地不同，我们在家里接触的鱼露来自哪里？泰国和越南这两个国家呢，做热烹饪会比较擅长一点。那韩国是泡菜国嘛，所以呢，他们专门设计出了一款专门做泡菜的一个鱼露，它是选的深海当中的小鱼小虾，所以呢，味道非常清淡，而且呢不重口，做凉拌菜啊、腌制菜刚刚好。倒入之后呢，拌到一起，我们的酱料就会呈现出盘子当中这个样子了。里面有一丝一丝的是后面加进去的，叫做白萝卜丝。那如果我们口重的公主们，还可以叫什么？小葱段，然后韭菜段，然后洋葱圈都 OK， 它主要是增香的作用。全部准备好之后，就是我们腌制一个过程哈。怎么做？从大片这一边，我们可以直接开始。从大片这一边抓上我们的酱料，每一片每一片给它抹匀。因为白菜的根部是不是比较厚，对不对？抹匀之后呢，再多抹一点塞到那个根部里面，它后续发酵才会更好吃。抹匀之后呢，有一个收尾的动作哈，大片这一边分下来一片长一点的叶子，留下的叶子先不要动它，剩下多余的叶子给它怎么办？对折一下，轻轻的捏一捏，然后呢用这个叶子给它捆一下，捆紧就直接收工了。来说很香的公主不要偷吃哈，现在还不好吃哦，要发酵一个星期才会更好吃。做完之后呢，我们手套轻轻一脱，然后放到盘子里面，等一下我们的同事会来帮忙回收，就结束了。 OK。那一个好的海苔怎么分辨它的一个好坏哦？我们平时选择吃海苔只是单纯觉得它好吃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知道怎么分辨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纯度。我们现在市面上接触到的海苔，它的净含量一般是在30%到40%之间。那我们是本产国，又是自己的工厂嘛，所以这个净含量您可以完全放心，是100%的一个含量哦。首先有两个方法可以辨别，第一个看形状，形状怎么看？老师刚刚是不是折了好多次？折出来的海苔呢，看到没有？注意咯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将，对不对？完全就断开了，这个时候没有使用到任何工具嘛？你看它切口是不是像刀切的一样？哇哦！barbecue， 甜咸口的，对。哎，对，好用。那接下来这个味道一看颜色就觉得什么？辣，没错，这个味道呢是火鸡面联名款，独一份的味道，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的。哎，年轻的公主，我有看到你激动了，来直接开吃。泡菜是最辣的，比起火鸡面的味的话，泡菜因为太辣了，所以呢老师开的是火鸡的味道了。来，火鸡味吃完之后呢，因为有一点辣味嘛，所以呢我们用一个甜味来结束。这个味道叫做海盐玉米味，跟单纯的玉米味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它没有那么的腻，所以呢非常棒，也是一个推荐哦。家里有小朋友真的是随便买。什么？这个什么味？海盐玉米味，对。来，哦，谢谢。
喝吗？好喝，好喝哈。海带汤边喝的时候也要仔细看一下海带汤和海带汤的区别，有没有发现我们杯子里面的海带它非常的薄，对不对？而且颜色是非常绿的。谢谢谢谢，感谢您。来喝着海带汤喽，接着重要的环节来喽，拌饭时间。我们在家里也捞饭，对不对？海苔拌饭、捞饭真的是非常方便，懒人必备的一个必备小零食和主食都 OK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口味有三种，首先原味海鲜，在家里和来韩国这几天呢都有接触到，但是今天吃一个不一样的，这个味道是我们工厂的独一份，叫做蔬菜味，你在外面是绝对绝对买不到的一个口味，素食可以放心的吃。怎么吃呢？跟传统海苔碎是一样的，撕开，然后呢放到我们的米饭里面，看到没有，米饭准备好了。区别在哪里？我们拿回家之后不要放香油啊，什么麻油啊，什么盐巴，全部不要放，我们里面的东西是完全够的。吃法怎么吃哈、啊？直接倒多少取决于我的公主的反应哦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来，太后能不能站这边一点？因为后面的皇后娘娘她好像有一点嘴巴都裂开，但是她好像有点看不到。来，这边哈，老师的眼睛是非常聚光的，准备好了吗？我这边看不到、哦。来，老师，来，老师举高高一点啊，准备好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哇！再来啊！来来，公主来，嘴巴来，开玩笑开玩笑。哎，既然这么喜欢的话，来这样单独倒一点原味出来，因为拌到米饭里面和直接吃的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哈。好，来这边单独尝一下，来请。平时拿回家吃货，煲汤啊、捏饭真的是首推。皇上太小声了，我听不见。啊，不是，我说你啦，太小声了，我听不见，大声一点。对 ，OK。来，我们海苔碎碎是不是吃到了？什么感觉？什么味道？来，芝麻的味道，对。为什么芝麻的味道这么明显呢？老板在某些地方还是很大方的，因为材料给的非常足，我们吃的时候和看的时候也能吃到芝麻和看到芝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不要觉得那我这个是不是拿回家之后只可以拌饭呢？不，还可以怎么做？我们煲白粥的时候，煲汤的时候放一点进去提鲜，而且还有个做法，那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想喝汤怎么办？去开火吗？好麻烦啊，还去洗锅，对不对？我都懂的，你们的想法我都明白。对，热水冲。但是如果你单一的冲这个海苔碎碎又太单调了，怎么办？鸡蛋一个，准备好，打到米那个碗里面之后，开水一兑，兑成蛋花汤，然后呢，把我们这个海苔碎碎直接抓进去，完全不用开火的紫菜蛋花汤，搞定了。哇，顺便教食谱。当然了，老师是全能的，老师的知识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哦，不是说单一的，开玩笑，做了八年的海苔老师，这一点职业还是要有的。OK， 都吃到我们海苔碎，哦，都吃光光了，说明非常好吃。之前有一个客人说我们在 Costco 里面买的那个海苔碎碎太咸了，一点点就非常咸，那我老师倒了很多，直接吃我们都不会咸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工艺哦。那我们海苔拌好之后怎么吃呢？不要跟我说用嘴巴吃，因为刚刚前一个团的公主就说，老师难道不是用嘴巴吃吗？当然了，肯定的。那怎么用嘴巴吃的最好吃呢？今天都是大公主没有小公主，所以呢吃法要小小说一下。泡菜，韩国泡菜千千万，我们接触到的泡菜辣白菜是属于谁的呢？属于整个韩国。那我们在济州岛，济州岛是岛屿对不对？当然是海鲜泡菜最推荐啦。怎么吃呢？饭团捏好之后，来，首先一个桑鱿鱼，这个是生的鱿鱼，非常推荐。那如果对生食的客人不太习惯的话，我们也有准备这个熟的熟鱿鱼，这不是萝卜丝哦，这是熟鱿鱼，生鱿鱼，根据您的选择来选就 OK 了。直接把这个生鱿鱼挑出来，放到我们的米饭上面，有没有？好，展示一下，这个是鱼酥。
鲑鱼做的，这个也是非常推荐的，它是只有一个味道，原味。海鲜饼干的话，我们只做一个味道，不加其他香辛料，因为非常的体验原材料的新鲜程度。来，这边也是先单倒一点出来，我们尝一下。这个是只要开始吃米饭的小宝宝和大宝宝都可以吃，我们大人也是可以的啊。首先呢，注意看哦，这个才叫一包，一包里面是四小包，每一个小包里面是五大张，一共是20片，净含量要仔细喽。我们工厂的包装是整个韩国最大的海苔包装克数，满满的100克，单包一包多少钱呢？13000韩币一包。我们是有送的，怎么送？来了，满10包送3包，这是一个组合。那20包送6包，这是两个组合。30包最划算，30包送整整的10包。我们这个价格里面是含税的哦，所以呢，退完税之后，一包下来台币多少？210块左右，因为现在台币它有浮动涨价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和我们刚刚吃的小鱼饼干，这个鱼酥、鲑鱼酥也是同一个价格，随便搭配，随便拼，只要搭够量都是有送的。哎，但是呢，老师，40包我要怎么带回台湾呢？我这次买了好多东西，行李箱都爆掉了，来喽。黄金爱马仕。来，这个爱马仕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，万一我的行李额爆掉，没有多余的空间让我放回去怎么办呢？来了，这个不计件数，手提上飞机都 OK。而且呢，多少包有一个这样子的黄金爱马仕哈，满13包就有一个独立的包包，一个包包可以装多少？刚好可以装30加10，40包，一个行李件就带走了。你不用担心说老师好麻烦，我这边提一件，这边提一件，好麻烦，对不对？不会哦，40包一个行李件数就带走了，非常的方便。这个包包拿回家当个伴手礼的礼物也是非常棒的。接着呢，还有一个主要关注的点哈，因为我们主营业的是健康小零食，所以呢，保质期的问题仔细听好了，保质期可以放多久？可以放1年，某可能呐、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再不好意思，重新打开一下方式哈。保质期可以放多久呢？可以放1年，某可能呐、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回去之后，朋友一来直接分掉，邻居一来直接分掉，亲戚家的小朋友、自己家的小朋友，还有你的同学、同事。自己都没有啦，没啦，没啦，这个，对，那拿回家怎么送朋友哈？听出来了，我的公主们朋友还是蛮多的。好朋友3包5包送，一般的朋友1包好了。实在不行，总有那么几个关系不好，但是又不能不送的朋友，撕开，给他1片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接着呢，是我们的泡菜哈，传统辣白菜、辣萝卜是这样子的，800克大包装，鱿鱼、生鱿鱼的包装非常可爱，长这个样子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哎，公主殿下，反应非常有趣哈，来问一下，为什么会是这个反应呢？那个是撕我吗？哎，是。因为我不敢吃生鱿鱼啊。这个回答着实是没有老师想到的这个问题哈。为什么鱿鱼做这么小的包装呢？既然话题都扯到这个话题上了，老师小小的说一下啊，因为生鱿鱼它是荤的，如果我们做这么大一包，您吃不完的情况下，储存不当，非常容易变质，对不对？一变质之后，万一误食对身体非常有害，而且呢，万一扔掉也是蛮可惜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一包刚刚打开之后，1天1餐的量非常好，不会有浪费的这个行为哈。单包一包多少钱？15000韩币一包，满10包赠2包，20包赠4包，以此类推。购买好之后呢，我们会用这样子的保利龙箱打包好，里面会放上干冰。最后一天您的活动结束之前，我们才会给您送到机场，您领取登机牌的时候直接去托运就 OK 了，不会影响其他行程。那送好朋友的、一般朋友的、关系不好但是又不能不送的朋友的东西结束了，自己的东西怎么来？来，这里菜汤都有喝到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妈妈菜汤里面材料也是非常简单的，首先妈妈菜、清水、酱油和一点蒜头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已经做得非常好吃了。那我们平时拿回家怎么处理呢？
打那个包装打开之后，拿出一根，它的性质是跟木耳一样的，拿出一根出来，冷水泡发五分钟，泡好之后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跟家里的昆布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韩国的妈妈从怀孕到生完宝宝到出完月子，她皮肤都这么好呢？就是吃它。因为它是碱性的，碱性食物多吃呢，排出我们身体里的酸毒和其他多余的毒素，排出去之后，你的身体和你的皮肤自然就会好。而且呢，他们会在怀孕期间拿这个来做美容，怎么做？敷脸。哎，棒，赞哦，欧巴。因为我们这个海带是非常薄的，可以直接贴于面部，贴上去之后呢，看到没有？它是完全不会掉的。看到没有，直接贴，它的唯一美容作用，注意了，没有祛斑，没有去皱，没有美白的作用，它唯一的作用就只有保湿，非常棒，只有保湿的作用。我们皮肤湿度好了之后，不管是黄皮、黑皮、白皮，皮肤都会变得非常棒啊、哦。而且呢，我们敷完之后呢，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浪费的问题哈。来，年轻的公主们注意了，各位太太，敷完之后。扔到锅里给老公吃掉。这个时候呢，老公的眼神，哦，老公的眼神不太坚定哦。哎，这个我不是，果然人在尴尬的时候好像都会假装自己很忙哦。对，这个时候老公一定要坚持一点，目光坚决点，好，老婆敷的，我哭着也要把它吃光光。而且这个拿回家之后泡开，你可以直接吃都不用煮哦。这个一包可以吃多少餐？可以吃30餐，按照一家三口的量，而且一家三口的话，30到35餐是不成问题的哦。这样子一包多少钱？只要是在韩国购买的妈妈菜都是一个价格，35000韩币一包。那我们是有送，你在外面是没有送的，因为我们是工厂，所以呢同样的优惠，满10包送3包。这样子的话，退完税一包下来台币大概是615左右，这样子的样子。30餐到35餐，一餐下来也就20多块钱，跟买菜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它可以和什么一起拼呢？13包实在是太多了，我都不推荐你们买13包，要吃到3000年。可以拼的东西有，来，这个就是我在底下有着重讲过的，完全没有任何味道的生紫菜，推荐给阿妈或者是年轻的公主带回去，送给妈妈，送给爸爸。你要是给父母什么钱呢、啊、他真的会舍不得用的。你要是给他买什么，给爸爸买什么烟酒啊，又上身，对不对？你要是给他买什么保健品啊、保养品啊，只要是沾上药的东西，他都是药，是药三分毒。所以呢，我会比较推荐这种食疗来保养身体。这个里面有100餐可以吃，100张可以吃100餐，怎么做呢？卷饭、寿司、紫菜蛋花汤，妈妈们直接拿出来当零食都是 OK 的，它的营养成分是跟海苔是一样一模一样的。接着呢，就是我们的拌饭喽，来，原味拌饭。还有我们的鲜虾拌饭，最后的王炸就是我们刚刚吃的蔬菜拌饭，380克家庭装，非常划算。同样的优惠，同样的活动，随便搭随便配，10送3怎么搭呢？来，老师教你们哈。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两位一起作伴来的，我们两个朋友之间搭，这样子的话非常优惠的活动，你们就直接就拿走了。而且我们后面有个退税的活动啊，你们自己结自己的账，就是不会扯到我们要去算账比较麻烦，对不对？直接写自己的量，需要几包写几包，选好量之后付款方式也是非常简单的。因为现在台币涨价了，所以老师是非常推荐刷卡。首先一点，没有手续费，手续费是我们老板我们公司帮你们出。接着呢，台币啊美金当然也没问题，或者一半现金一半卡都 OK。 来，这边白色的单子是海苔拌饭、小鱼饼干，还有我们的海带啊，都在里面选。来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的其他的大长今姐姐们，或者问我的 OK。 黄色的是我们的泡菜，来，公主殿下这里哈，来这里，谢谢。我觉得他可以再买2包，就会送给你。对，小鱼饼干也是。那小鱼饼干需要几包吗？你画。啊，1包啊。不准备带回家吗？然后这边是其他海苔的口味，可以。对。它是零食哦，拌饭还有韭菜。
黑啦黑啦，他举两杯酒，형제님, 감사합니다.